两厅院，台湾当代建筑与艺术的瑰宝。结合传统中国北方建筑的形式与现代的建筑工法，两厅院呈现出独特的建筑之美。我记得我父亲当时讲过，就是说，他说我们都市的人需要一块地，当作我们的肺一样可以呼吸。杨卓成建筑师是设计传统中国建筑的权威，他十分擅长使用现代钢筋混凝土的材料来表现传统中国大木结构的建筑特色。我们就是钢骨结构，根本没有什么用意的。但是杨先生为了要表现这个中国建筑的特色，他一定要结合传统与现代的建筑典范，让两厅院呈现出中西合璧的崭新风貌。两厅院的建筑外观是传统的中国宫殿形式，黄色琉璃瓦屋面配上朱红色的廊柱，梁柱以上以及斗拱之间的彩绘花样，展现出中国传统建筑之美，与蓝瓦白墙的中正纪念堂相呼应，气宇非凡。那这种建筑形式哈，它的在外形上面呢，他们比较喜欢用一个比较刚硬的线条，然后表达出一种端庄稳重或是比较权威的感觉。考量不同功能所设计的屋顶形式，为两厅院的建筑风格呈现出多种的风貌。基本上呢，它是以福殿的等级最高，那歇山是其次。戏剧院需要较大的舞台空间以及搭建舞台布景的高度，所以选择尊位最高、结构上也挑高的五殿顶。五殿顶就是中间一个主梁嘛，然后向四边搭出来这个四个斜梁嘛。此外，由于戏剧院使用的是特别隆重的重檐形式，在屋面之下另有围绕殿身的四条脊和四角的角脊，衬托出戏剧院的庄严感。作为一个戏剧厅的话，那它不只是它的这个舞台它要很高啊，然后可以作为一些布景的一个空间。除此之外呢，它的舞台的两周跟后面呢，都还有备用舞台作为这个预备用。而音乐厅的舞台则不需要太大的空间，使用的是尊位与高度都比五殿顶稍低一点的歇山顶。歇山因为它是叫做九级殿，在过去在这个是宋朝云藏法师他没有歇山这个名字，叫九级殿，它有九个五级，也就是那个上面有五个五级，加在一个有四个五级的上边，所以呢就丰富一点。歇山顶结合了直线与斜线，在视觉效果上给人以棱角分明、结构清晰的感觉，比戏剧院要来得更具层次感，更加华丽。虽然外观为中式建筑，但是内部设备以及装饰走的却是欧式的路线。其实中国建筑最美的就是雕梁彩画跟斗拱啊，那个整个的这个设计原理是从斗拱的尺寸开始做一个模具发展出来的整个的空间。一楼大厅采用的是挑高的宏伟设计，所建的柱子、地板都是由意大利进口的暖色系大理石，并且经过特别的编号挑选，务使纹路呈现一致的整体美感。为了营造出多样的风格，音乐厅的水晶灯采用了西式的设计，既华丽又璀璨。而戏剧厅则维持中国宫灯式样的造型设计，既精致又典雅。
除了华丽的内部装潢，两厅院内部也收藏了许多大师的作品。两厅院于1987年10月6日正式启用。20年来，两厅院陪伴了许多民众和艺术家，并且提供了绝佳的艺文空间。3, 2, 1，请揭幕。走过20年了，是一段蛮漫长的时间。经过20年的经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国际上啊最有名的这个艺术家都来我们这边演奏过，乐团、舞团、剧团都来过我们这里。那我们在国内呢，我们的优秀的舞团、剧团跟音乐家，我们也培养了国家交响乐团。好，那这是这20年以来，他们都在这个舞台上。都演出过，我们提供了他们一个成长的机会，所以他可以讲说是一个平台，也就是这个台湾的表演艺术跟国际这个互动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一直期许自己是国家级的，然后是个龙头，然后所谓的形象就是我们是提供最好的节目，然后我们展演最有品质、最有水准的表演艺术的节目，包括音乐类啊、戏剧、舞蹈啊、戏曲。华丽的建筑与丰富的艺术内涵，让两厅院成为台湾扬名国际的建筑地标。两厅院最显眼的地方，不外乎金黄色的琉璃瓦。以及成千上万的瓦片，衬托出帝王般的气势。但是，经过20年来的日晒雨淋，许多瓦片早已龟裂，甚至有了脱落的现象。老火是再来修理，不可能的。这个一弄下去啊，就是几十年都不能动了。经过了27年之后，我们看到，也的确。它发挥了一些功能，但是还是有缺点。你远看好没事，但你近看，实际上已经是变形的变形，然后剥落的剥落。因为这个建筑物的量体比较大，比较大型哈，所以它的瓦片都是用中国式的那个一号瓦，就是比较大的瓦片嘞。那因为我们这个建筑物高度高，大概最高的地方大概46公尺，就算到重檐也有大概30几公尺。那从这么高的高度，只要有瓦片碎落掉下来的话，对人员是非常的危险的。虽然两厅院一直以来都持续在做屋瓦的维修工程，但是在经过专家学者的评估与会勘过后，一致认为损坏的程度太高，维修并不尽理想，需要做一次完整彻底的整修与翻新。那因为我们观察这个漏水的原因呢，最主要还是在就当初的防水层的做法比较没有现在什么新的材料，然后因为它的做的时候可能只做一层或者两层这样的方式而已，那一层或两层它只要有因为就是干缩龟裂或是地震造成的裂缝的时候，它可能就是直接会有水进去。所以因为水它会产生水解的作用，所以它整个凝做的分离。这种延展性的材料，它如果这个坏掉的话，它会产生硬化的。为了有效解决过去防水层老化所导致的漏水，这次的工程将在防水层的加强与材料更新以及防水接头的部分再做补强。那例如说呢，你今天在铺底下的这个防水层的时候，这个防水层的施工方法就要很小心，绝对要这个不能让这些防水层呢在造成任何可能性的一些缝隙啊，那任何一个缝隙的出现，很可能就会毁掉一整大片的这个防水的功能啊。
不仅如此，重新铸造的新瓦片将更加坚固耐震，容易倒水，也不容易产生色变，可以维持得更久，更加牢固。我们不可能说一个建筑是永远留存下来，不太可能。好，那就是说希望它的寿命能够延续更长，或者我们希望在支持整修过程我们留下一些记录，这些记录也许经过50年甚至100年以后，人家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当时是怎么修的。所以我们希望他这一次的做法能够不是20年，那么这样才值得。我们整合这些大家的那个技术啊、意见，还有新的方法啊，应该可以让这个整个建筑物的那个使用年限会更长。那我们要谢谢教育部全力支持，在经费编列了2.8亿啊。那要分我们要20个月才能完成整个的工程，所以我们的工程可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文化工程。两厅院的整修主要以屋瓦和彩绘为主，工程主要分为两期。为了因应两厅院20周年庆的表演活动，先进行第一期戏剧院南北侧重檐部分的工程，第二期则是戏剧院东西侧与整个屋面以及音乐厅的东西侧与屋面工程。最后工程结束，将音架拆除，共需耗时约2年的时间。为了使两厅院屋瓦工程顺利进行，两厅院周围也开始搭建起音架，围绕在音架旁的防护布幕不止阻挡了屋瓦工程的粉尘与碎屑，也可以防止部分工程零件的掉落，维护两厅院四周行人安全以及空气的品质。初步搭建的音架也做了一些美化的工作，戏剧院靠近爱国东路一侧覆盖了特别设计的大帆布，而工地四周的围篱也使用帆布图案来包覆铁皮，帆布上为各个表演家的彩色剪影，比起一般的工程环境更加舒适与美观。这次的两厅院整修工程最难避免的就是施工期间所产生的噪音，特别是在旧屋瓦、旧瓦条的拆除以及防水层的剔除工作上。我们这个屋瓦工程要做整修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点必须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营运中去做维护，所以假如说你的工法会造成大噪音的，我们就必须事先考量将这种大噪音的工法加以改良，或是加以减少这个噪音量。严格的噪音监控让两厅院能够维持营运中应有的良好品质。在表演的过程中我们是完全不能施工的，所以我们在拆瓦的过程中我们尽量采用夜间半夜，就是表演结束之后，是花了很多的精神在这方面，也因此啊成本会有些许的增加，不过我们最后认为是值得的，因为这样子包括就是说对两厅院内部的管控的品质上来讲都一直维持在原有的水准上。瓦片取下来以后我们还有防水层要剔除。那这个防水层的剔除以前像别的建筑类似像这样中国式的建筑，他们在做防水层剔除的时候，其实是用破碎机去打除，因为他们这样的速度会非常快，而且非常有效率。那这个工法呢，我们考量起来，就是因为用破碎机在打的时候，噪音已经是非常之巨大，可能连我们办公的人都没有办法正常办公了。所以这个工法呢，我们就先将它就是不采用。那后来是工部这边提出来用水刀的方式。新式的水刀工法是利用高压水柱将旧有的防水层强力冲除，因为高压水力所呈现的雾化状态可与打掉的防水层物质混杂，所以水量不多也没有什么噪音。
现在用水刀的话，就是说我用到7000磅的水刀，它在扫射的过程中，就是说它是用水分子去让它做分离，基本上它是把这个粒子给打碎掉，把粒子给打碎掉，变成是泥状，泥块状就可以清扫下来。那这种有一个好处就是降低它的噪音，但是有一个坏处是它的功率比较低，它的成本会比较高。新防水层的施工是需要一层一层慢慢的喷洒上去，它是整个用这个一种防水膜，用防水膜整个再铺层上去，所以在每一个收尾、每一个沟的地方呢，都经过一个防水膜的一个处理，把它包备起来。首先打入渗透性结晶，让毛细孔塞住。接着使用1:2的水泥砂浆，加上亚克力树脂来磨平，再做裂缝修补的处理。刚拆除完了，有一个临时防水层叫渗透结晶，渗透结晶打下去的时候，它会在表面有一层薄膜，之后再做一层的这个亚克力树脂砂浆填补底层。那再就是底层的一个 Prama， 在6层的 Neoprene 都是用喷涂的，最后面层再做一个亚克力树脂。这次新防水层跟以往不同，采用了多道薄涂的方式，增加喷涂的层次。每一层都有规定的厚度，防水料也比以前更具延展性。可以完整的覆盖每个地方。那这次的做法就知道，就是说，只要是单独一两层的话，这样破坏的几率太高了，所以我们这次呢，把它提高到7-8层以上。那是用那个氯丁二烯的方式来做，它其实这个材料的使用寿命跟那个防水性，又比原来的那个水壁壳的方式好非常的多了。我不管我的树地面的平整度再不好的话，我在喷涂上都可以去弥补它这个缺陷，就可以让它很完整的去贴附在上面。这个白华，白华，为什么会有这样？石灰质，石灰透露出来，我从里面这样渗上来。对，它这是洗涤，当初是用洗涤控这个。哦，洗涤控，哦，当初的洗涤控。它里面，它这个钉帽，钉帽里面的那个水跑进去，我知道，它水里面的石灰质是流出来。为了避免以往雨水造成的白化现象，此次工程特别在施作防水层的同时，在檐口的地方增加一块不锈钢板，与防水层密切结合。那在檐口这个地方啊，我们也做一些特殊的处理。好，因为檐口这个地方以前哦，都常常会发生，就是说只要有雨水进去一段时间，会有白化的现象。那我们这次的做法呢，就是在檐口这个地方再加一片不锈钢板。让就算有雨水下来的话，它是沿着不锈钢板滴落的。挂上瓦片之后，雨水可以沿着不锈钢板滴落，才能保持檐口的完整度。做完了防水层之后，就要开始瓦条施工的部分。原则上要先将直的瓦条放上去，再放横的瓦条。以往瓦条的损坏率其实不高，主要是固定的铁钉生锈膨胀，因而造成钉孔的裂痕损坏以及腐烂。这瓦条很重要，是因为它是勾着那个板瓦在走，板瓦后面这个地方有一个是要勾在上面的。那所以这次的损坏啊，绝大部分是因为钢钉断掉、锈蚀断掉、爆裂。那锈蚀的过程中，它会造成膨胀。膨胀有两个不好的现象，一个现象就是它会把瓦条胀裂，那胀裂它就没有力量了，就挂不住了，所以这瓦会膨拱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状况，它假如完全锈蚀掉了以后，
那整个瓦条根本没有附着力啊。挂瓦条本身，它的这个使用的年限呢，一定要够久。那我们以前呢，有时候用木料啊，那有时候用这个角钢啊，那同样都有这个问题。那今天上层的瓦如果没有铺得很好的时候，水一进去，那木料呢可能就腐朽。为了改善缺点，这一次特别使用安卡铆钉，以避免损坏的情况再发生。它是整个是打进去的，那打进去的过程中，我们在要钉瓦钉之前，我们会加一些防水胶，透过防水胶的方式钉进去。那这样子呢，防水胶在它钉进去的时候会有溢出来的现象，等于是整只把这个瓦钉跟瓦条都做一个保护。因为钢钉本身是不锈钢，除了可以防止生锈，塑胶套还可以缓冲牵制震动时所造成的碰撞。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就可以比较避免瓦钉就是再有锈蚀的现象，它的使用年限会更久。最后再用与防水层相同的防水剂将瓦条包起来。那直压条会直接接触到这个RC的面上，所以我们在直压条的部分，我们的做法是直压条上去，好，那在固定完了之后，再整个防水层再把它包掉，就是防止这个直压条跟水之间产生界面。好，那所以就是说也不会让造成，就是说我瓦钉钉下去的时候，水从直压条的这个瓦钉的缝隙给渗到结构体里面去。瓦条施工完成后，整体的整修工程即将来到屋瓦施工的重头戏了。先将地底下的土挖出后，摆放在空气中曝晒，使其产生氧化，然后再放进碾碎机里碾碎搅拌，并且添加一些配方加以混合。这个土是那个原料土，是粘土的，六角的粘土，那它直接是挖到这个碾碎槽里面去碾碎，粗碾碎、细碾碎之后，直接照例在氧化两天之后开始射出成型。由真空射出机均匀的挤压出陶土片，然后再放进压模机压模。在稍微整理造型之后，就可以开始阴干了。阴干结束后，施上琉璃釉进入隧道窑窑烧，大约24个小时就能够烧制完成了。我们要确实做到品管，要达到他的要求。黄聪林董事长是一心瓦厂的灵魂人物，经过多次的尝试与研发，让这一次的两厅院屋瓦可以维持得更久更耐用。旧瓦片以铜瓦来说，因为衔接处太小，加上屋顶的斜度大，挤压的时候瓦片很容易崩开脱离，而板瓦与铜瓦的衔接处由于是光滑面，所以不容易牵制固定。瓦片跟瓦片之间呢，应该有适当的间隙。早期在做的时候，可能就是瓦片的间隙比较没有那么讲究，所以它的间隙有一些是不足的。那在夏天的时候一胀起来以后，瓦片就有互相推挤的现象，以至于造成膨拱。那我们这RC结构屋面又大，所以热胀冷缩系数一累积起来啊，那个位移的偏移量应该是就是相当大了。有鉴于之前瓦片破损的状况，新瓦片做了一些改变。在这次在做的时候呢，因为它这个尺寸是比传统的要大得多，
那因此它在瓦跟瓦之间的勾结的状况啊，它必须要做一些预筑的勾结的地方。首先是筒瓦增加衔接处的面积，并且加强衔接处的卡榫功能。原本的那个筒瓦的部分呢，头的部分就这么短而已。改良后的时候，我们加了两道这个止水。这一道的止水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于，原本我们摆在屋顶上的时候，它会造成挤压，造成挤压的时候，这个缝没有的时候会挤压会拱起来。那所以我们改良的筒瓦后面，我们加了这个防滑的垫片，瓦钉在进入的时候，它这个水不会从这个地方渗进去，因为它有凸出来。再来就是说，它的这两个槽勾在一起，我们在搭斜面上面的时候，可以防止它的挤压，让这个缝隙永远保持在，让中间的这个收缝泥不会造成脱落的现象。所以我们这次的做法呢，就是啊，规定瓦跟瓦之间要有一定的间隙，大概是0.5到1公分这个附近，嘿，啊，0.5到1公分，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希望说能够把这个热胀冷缩的系数加以吸收。板瓦背面则增加原来没有的衔接处卡榫作用。正面的左右两边以及与筒瓦的衔接处也加强了固定的效果。板瓦背面的部分呢，它一样是做成粗糙面，跟砂浆结合的部分做成粗糙面，防止它的这个板瓦的滑动。而在这个瓦条的这个部分呢，它有做一个凹槽。直接它跟瓦条的固定上是直接扣在凹槽上面，那这个部分就是前后叠加的这个瓦片，前后的那个板瓦之间叠加部分，它也做了一个卡榫，让它去做结合。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板瓦的一块叠一块之间，它是用板瓦相互扣合的方式啊，组装起来，所以更比早期的这个板瓦的强度更强。至于在吉瓦也有了改变的设计。他早年的做法是直接勾在上面，啊，后面加砂浆。那这样子啊，就造成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次在做调查的时候，这整个会产生横向的开裂，是因为就是说吉瓦一块一块叠砌起来的时候，它造成挤压从横向这个地方开裂。就因为这样子，所以这次的改良改成是双层的。双层的时候，我们是用叠砌的方式去做叠砌，凸起凹起凸起凹去做叠砌方面。那基本上它双层的时候，它增加了它的那个承载的强度。直接垂直载重的强度，再来就是它在覆挂上，后面我们做一条一条直接跟砂浆附着，开了四个孔，这个四个孔可以挤压砂浆在里面勾住。在这两个孔的时候，我们也用铁件来跟墙面去做结合，所以当它垂直应力受下来的时候，我们有双层来去做抵抗它，所以强度基本上来讲它是有增加一倍以上。背面多加一层的中空设计，可以增加支撑点，防止吉瓦从中间最脆弱的地方裂开。抽五片，五片，哎，拿到实验室去。这是做抗压强度的实验。改善了材质以及技术的新瓦片，耐震与耐压力度提高了至少3到4倍。远超过政府所规定的标准。是说我们的抗压、抗折，这个都要做到，根据我们的这个正式标记它的规范。它瓦的那个抗折力就是我们有 CNS 的标准嘛，那抗折力原则上 CNS 的标准大概是140公斤左右，我们这次的那个发报的规范大概做到150公斤。那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瓦厂呢，他们就是一直创新研发哈。后来做出了瓦，那抗折力居然可以达到500-600公斤这么高。依照施工顺序，屋瓦的施工大致分为几个步骤。首先将屋檐边的滴水瓦挂上瓦条，再沿着滴水瓦将板瓦依序挂上。然后再回到屋檐，挂上钩头瓦。
两厅院的屋顶各有不同数量的屋脊，包括两个正吻之间的正脊，还有四周的垂脊，而两厅院的高度还有瓦片本身的重量，也是这次加强改进的一大考量。我们在这个瓦或者甚至脊瓦，它一定要很平顺，看起来才好看。那在当初做的时候，它并不是很平顺，所以它这个像这个脊呢，稍微有一点歪斜。为了修正脊瓦排列歪斜的问题，在挂瓦之前先固定不锈钢条，再沿着不锈钢条将脊瓦挂上，让脊瓦排列平顺。而难度较高的垂脊也先做好了测量的工作，预先挂上当作基准参考的线条，让垂脊的线条更平顺。哦，所以这次在修做的时候呢，他把整个脊再做个调整，把它拉平。这个挂瓦的啊，有像这个脊瓦的部分，我们特别是用这个采取一个不锈钢的这个角铁，然后把这个瓦呢挂在不锈钢角铁上面，可以拉得很平。然后呢，在其次呢，我们在每一个脊瓦或者每一个板瓦之间呢，它都会再另外用钉子来固定。那这次他就想到，我们是不是就用这种，哎，像现在这种外墙这种大理石啊、花岗岩，都是干式的做法，全部挂上去。所以他这一次，你看他这一次他就是把，不管你凹凹凸凸，发现为什么会裂会崩，都是因为后面抓不住，然后重力也是在挤到下面，所以一路就摊下去。是是是。那么现在就把它挂住，啊，所以后面有不锈钢。两厅院的屋顶上方各有可以开启的排烟窗，是两厅院重要的消防设施。它能够全自动的控制开合，具有排烟和通风的功能。那我们一年大概都会有两次消防演习，我们就把它打开来看一下那个状况，它是不是会自动了，然后开启的时候是不是顺畅了，然后效果是不是好了。但是一开启哦，这个琉璃瓦是瓦的那个材质，它可能开启在闭合的过程中就会有些损坏。为了方便以后可以开合，并且在开口处不留下任何的损坏痕迹，这一次特别重新设计了金属的瓦片，配合上结构的改良，让排烟窗的开合更加精密。就金属瓦外面的这一个就是珐琅质的这个哈，这个等于是它的coating这个部分，我们会让它跟琉璃瓦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它的整个本体材质的本体，它可能是用不锈钢或是其他金属的方式，那这样的瓦片呢，显然它的强度或是韧性啊，又会比我们传统的瓦片更高。在开口接缝的地方重新设计排水条，防止台风大雨的渗入，让积水能够顺着排放出来。这样一来，不止排烟窗的气密性增加，两厅院也可以隔绝来自天空以及外界的噪音，提升节目的表演品质。啊，台风的雨势不像我们一般这样下雨，它是这样落下来，它可能四面八方的雨都会有来，甚至还有一些风的压力，所以比较容易从这边灌进来。所以我们会用比较精密的方式呢，把这个气密性做得更好。那做得更好以后，除了就可以防止雨水以外，其实最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两厅院是非常重视这个隔音性能的。好，这样子的话，就算来自于像天空、像飞机的噪音啊等等这些也都可以透过这个气密性能，然后适当的加以隔绝。瓦片施工的同时，正脊两旁的正吻也开始动工了。在中国北式建筑里面，
的屋顶，那其实有两个这个装饰呢是最吸引观众的这个目光的，也就是在屋脊上面的这个两端啊的这个两个大型的构件，那我们称它为叫正纹。仿照自太和殿部分的神兽与正纹，这一次的整修照着先前留下来的铸模于莺歌金星窑厂重新制作。由于正纹的面积庞大，必须分成小部分来制作，最后才将一块一块的成品铺上屋顶，每一小块都由经验十足的老师傅亲手制作。对，他每一块都是用手工，之后最后再来拼凑，完全没有办法使用机械。他只有这个受作的部分，他只有在搅拌泥土的这个过程中才有办法用到机械，其他在所有的在泥塑的过程中完全是手工。老师傅先将进口的陶土拆封，将陶土切割后放入搅拌机，从搅拌机压出陶片，再将陶片放入模具上进行压模的步骤。老师，你这样来起啊，上歹做是咧倒位啊？你决定就要起到高架，起无高架有无？你若白天有无？会尿尿啊？会尿尿哈？啊，就我真。真要爱补啊！啊，那搞补无钢筋嘛，较紧变哦。较会歹嘛。就这次使用的这个土料，是从大陆进口，它是一个复合式材料，它在大陆全部已经调配完成，所以进来我们从制作开始到泥塑开始到阴干过程中，它的收缩比非常小，所以就是说它成功率比较高。如果照我们传统用传统的陶土下去做，它收缩率高。包括脱模，包括阴干的过程中，都比较容易去龟裂损坏。等待陶土干燥之后，就可以脱模。老师傅仔细地将正纹的形状修补得更完整，再将修补完的正纹零件阴干。我们在这个有节点的这个部分，有凹槽这个部分，它在阴干过程中会比较造成容易造成裂缝。那所以就是说，这个跟老师傅他所下的劲道会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劲道，他必须要去对这个凹下去的部分，他在泥塑的过程中会变比较薄，所以他必须要补土补的厚一点点，让它比较不容易造成那种收缩的裂缝。接着进行上釉的步骤。待干燥后，进入密闭烧窑，连续烧制24个小时。最后，烧制完成的正纹还必须送到公务所进行严格的品质挑选。我们最后一次筛选的时候，我们要看它有没有隐藏式的裂缝，或者是表面有这种裂缝在，因为这个东西我们是放在屋外日晒雨淋的。那如果它有隐藏式的裂缝的时候，如果以后在组装的时候，很容易在这个裂缝当中造成第二次裂缝，就脱落下来。剔除有裂痕的部分，完好的正纹零件才得以送达屋顶上进行装置的作业。神兽是中国传统建筑里很重要的装饰物件，以龙、凤、狮、天马、海马等为名的神兽总共有9个。在传统建筑中，单数9为帝王之数，
仙人走兽呢，就是在影射这一个宫殿呢它的位阶。那这个部分呢，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小，所以它的做法呢可能是用不锈钢的钢筋直接植入在这个神兽里面，那才让它跟这个脊能做个结合。那这样的方式我们预估，因为之前可能不是用不锈钢的钢筋，那现在是用不锈钢的钢筋，那做起来当然它不会有腐蚀的问题，那在它的稳定度上也会高很多。两厅院屋檐以下有着色彩缤纷的彩绘结构，除了具备功能性，也有装饰的意味。大概中国的彩绘分为三种，一种我们称为是所谓河西彩绘，一种叫做玄子彩绘，另外第三种我们称为苏式彩绘。其实它的颜色都是非常原始的，红色、绿色、蓝色这个都是非常原始的颜色，用上去又不是那么通俗。为什么呢？就是说它在制作过程里面，它有一种技巧，这种技巧我们叫做褪晕，从深蓝变浅蓝，然后变白，然后再变浅绿，再到深绿。所以它很多的原始的颜色摆在一起呢，就不会那么突兀。其中，色彩最为丰富的额坊，依照图案分为河西彩绘和玄子彩绘。那一般河西彩绘它是只用在皇宫啊，这个宫殿式的建筑才用。等级比较次一点的话，它就要准备的玄子彩绘。承袭自传统建筑的美学典范，两厅院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艺术之美。因为我们讲这个舫也好，梁也好，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它会用一个非常锦缎把它包起来。所以早期的彩绘呢，对上中间呢是一种锦缎的花纹，它那个都有一定格式的玄子彩绘，你多长的距离它用一朵的玄子，或者半朵的玄子，或者四分之一的玄子。你看这个玄子，有的时候它是一整颗一朵花，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梁有的长有的短，所以它会有变化。像旁边那个，就是一个整的，两个破的，一个整的，两个破的，中间。又不够，所以它那个中间又加一路，所以一整二破加一路，这个是玄子彩绘，所以它用这种方式来调节这个长度。两厅院经过20几年的日晒雨淋，经不起雨水的侵刷，部分彩绘损坏严重，尤其是迎风面以及湿气较重的部分，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剥落与龟裂。强烈的日光照射也让部分的彩绘严重褪色。因为这个当时两厅院在做的时候，它并没有用传统的这个所谓的矿物性的油料。它面朝北边的跟面朝东北边的这边的彩绘呢，它状况又更糟。那因为呢，这个地方要承袭这个东北季风，所以这个强风刮袭之下呢，常常也把雨水也打进来之后，导致到这个彩绘呢，那褪色。就很严重，那可能也因为就是最近这个我们这个自然界有那种酸雨的现象，所以对它的腐蚀性比较高，那它褪色的情况是相对的严重。由于彩绘各个部分损坏的状况以及程度不同，所以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整修方式。比较困扰就是说，因为它这个两厅院面积非常大，所以它的彩绘的破坏状况不见得相同。有的地方，比方说它受到日照的地方，它严重比较严重；有的地方因为渗水比较严重。那有的地方只是灰尘而已。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说你不是说采用一种方式来修复。那例如说呢，这个彩绘呢，它是经常的面对很强烈的日照的话，那我们的油漆应该能够抗这些紫外线、抗这个光线比较强烈的。那有些地方的彩绘呢，它是面临风吹甚至于会雨水会飘到。那所以呢，这些彩绘的这个油漆颜料呢，应该要注重它的这个风化
注重它的这个雨水的清洗，也就是防水性要更佳。两厅院最为显眼的红柱，这一次也全面性的重新粉刷。首先，磨除旧有的漆料，再修补裂缝。所以，当我们剔除到最底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裂缝。那这个裂缝，我们采用的都是抗裂纤维的那个贴布来把它贴起来，让我最后在批涂的时候，它对这一段的抗裂的部分，它有特别的附加的保护作用。接着，使用批涂打底。再研磨，让表面光滑。为了可以让红柱的颜色更加饱和均匀，使用了渐层上色的方式，先上一层白色的底漆，再上一层粉红色的中漆，最后才吸上大红色的漆料。只有部分龟裂的彩绘清洗磨除后，只需要修补龟裂的地方。最后再加上一层保护作用的透明漆。我们要处理方法就是要先把这个湿气的来源把它隔绝掉。隔绝掉之后呢，并不是整个再重做，而是只要把那些剥落的部分啊，把它做一些处理啊。假如这个图案是很珍贵的图案的话，那我们还甚至于可以把它回贴上去。那但是呢，这个两厅院呢，基本上它这个彩绘是比较属于工艺性质的，所以可能不需要到这么麻烦。那大概就是哪些剥落的面啊，然后再把它重新画回去啊，这样就好了。但它的关键呢，是在于要把这个湿气的来源把它隔绝掉。而音乐厅损坏较为严重的额房彩绘，则必须全面性的重新粉刷。上完白色底漆后，先以拓印的方式在额房上放样，接着进行立粉的步骤。使用材料先将彩绘的线条勾勒出来，这个步骤可以让线条更加的立体。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上色的部分了。两厅院的回廊天花板，纯白色的压花图案，也敌不过岁月的累积而变得老旧。这次将整体打磨，去除表面老化的面漆，重新上白色的漆料，以恢复以往的风貌。彩绘将来的趋向不是用这种大刀阔斧开刀的方式来做，而是随做随补，经常性的维修，这才是传统的做法。现代学专家建议呢，是不要就是一次就全面性的做大整修了。那我们可能会用就是有点就是比较循环性的整修这种方式，就是一有损坏或者觉得不理想的时候，我们就陆续修，而不是一切是大面积的修，因为它也比较没有危险性的问题。那你只要一次大修的话，其实又把这个颜色做得比较特殊一些，也不是很好，希望说能够整个建筑的那个使用年限是比较搭配一些的，然后也会有逐年的一个慢慢的变化，但看起来比较自然。不过最令两厅院棘手的就是常常在广场上所看到的大群鸽子，它们会停留在斗拱以及梁柱上，常年累月下来，排泄物污染彩绘，严重的影响了彩绘的外观。那这些鸽子的问题之前就是他们会停在斗拱上或是这些梁船上面，那可能它在那个地方就待下来了，那它会有排泄物的问题，那就会污染这个彩绘。先将彩绘上的排泄物清洗过后，开始在斗拱、额房以及突出的装饰配件加装鸟阻设施。就是鸟阻呢，它可以阻止这些鸟停在上面。
鸟祖设施分为三部分，鸟网为网状的 PE 线，大多使用在斗拱上。它往往就用一个很细的一个网子把它网起来，哦，鸟就进不去了。那这种网子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多半是黑色的，非常孔非常细，所以你在底下呢，几乎你不去仔细看或者用望远镜看的话，几乎看不到。防鸟线主要使用在鹅房与鹅房之间的空隙，加装两条不锈钢制的细线，让鸟类没有着地点而无法停留。我用一条非常细的丝去放在我们这个斗拱上面啊，或是鸟类可能会踏足的地方。那因为丝非常的细，鸟在叫停泊要停留的时候，它其实抓不住的，那它就自动离开。在彩绘装饰的平台上摆放防鸟刺的砧板，也可以有效的防止鸟类的停留。那个砧的长度呢，比它的鸟的脚长一些，结果鸟一停上去就会刺到它屁股了，所以这个鸟它也没法停下去。不过，本着保育动物的原则，鸟祖设施只有驱赶鸟类的作用，并不会真的让鸟类受伤。这次的彩绘整修工程还包括音乐厅两旁的山墙，山墙接受日晒雨淋的面积最大，龟裂褪色的情况非常的严重，而花纹也有空心化的现象。山墙面呢是这个两厅院里面最大块直接面对风啦雨啦跟这个阳光的这个大块面，所以呢它的这个褪色啦甚至于剥落的情况是最严重的。这个山墙他们原先这个山花是用一种混凝土我们锁上去的，墙面的部分呢再用水泥抹上去，然后再用油漆把它油起来的。因为这个油漆没办法看老化，经常会变颜色。山墙面因为损坏的状况严重，所以必须进行全面性的重整。先将原本蓝色底部的漆料剔除，为了避免热胀冷缩所造成的龟裂现象，这次在底部的地方加装了不锈钢网，接着将黄色山花的部分去漆，为了避免去漆时的粉尘影响能见度，同时也喷水以降低粉尘。山花底部的蓝色材料是由白色的漆理石加上蓝色天然色粉搅拌之后浸泡染色。那这次有学生就建议我们，就说是不是不要只是考量就是用水泥漆的方式，有没有其他像用那个无机色粉的方式来做。所谓的无机色粉就是采用活性较低元素所制成的天然颜料，它能够长时间的维持原有的色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事实上它就可以比较长远的保存下来。将已经染成蓝色的漆理石加上蓝色水泥补在不锈钢网的部分，最后再上一层透明漆，山墙蓝色底部也就完成了。山花则是先涂上一层白色的油性水泥漆，待底漆干燥之后，最后慢慢的一层一层涂上黄色的水泥漆。而山墙旁边为红色的薄封板，师傅仔细的将金箔刷上，让金箔服贴在钉帽上，并且慢慢地呈现出金属的光泽。
完工后的两厅院，金黄色的琉璃屋瓦在阳光下更加闪耀。璀璨的新面貌代表着20年来建筑工法的传承与创新。所以我去甲所有较早咧做的老师傅，台湾全省的啦，彩绘、白色的我拢甲聘请来，人嘛是好足欢迎的，有这个机会来做一块。不要一直照我啦，照我就有点不好意思啦。袂闹开啦。我们希望让每个人都有一个美的体验，让更多人走到两厅院里头。音乐厅跟戏剧院呢，就是我们国家的灵魂之窗。其实它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国家，它人民生活的涵养，它的人文关怀，它的美学概念，它的庶民生活的累积，那这一些呢，都透过表演艺术展现出来。所以来到音乐厅，来到戏剧院看我们本国的艺术团体或者是音乐团体各种团体的表演，你就可以知道台湾的灵魂在哪。未来两厅院将以延伸典藏艺文的概念，持续推动国内外表演艺术的展演活动，并且活化两厅院室内外空间，以专业的剧场与展演空间来营运。除了达到国际标杆之外，同时也是国人乐于亲近并且引以为荣的文化指标。